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是恶是善天来判，善有善福，恶有恶报，为人行善，天会看见。利益面前，别不择手段，钱财面前，别利用真情，受人恩惠，别恩将仇报，帮人渡难，别趁火打劫。小人心机重，坏人心狠毒，小人会有天收拾，坏人会被天谴责。行善之人，天会呵护，尊恶之人，必给报应。人生一世，本本分分做人，善良友好待人，对父母孝顺点，对朋友真心点，对老人尊敬点，不孝不义之人，活着遭人厌弃，走后留下骂名，做个善良的人不难，心无恶意，言行端正，该帮的帮，该入的住，表里如一，为人真诚，做个善良的人，踏实，雷鸣电闪，不怕，不欠他人，舒服，被人议论，无畏。人活着，钱财不过用品，名利只是游戏，唯有好人品才是一辈子的标签。人品好，没人瞎指点；人品差，不被人待见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低头脚下有阎王。因果报应不是传说，是恶是善自己掂量。行善一生会有善终，作恶一世会被严惩。人不善，天会判；阎王小鬼常出现。人作恶，天会管；没人灾祸总不断。做人以善为本，待人以诚为根，一辈子行善，无愧天地，活得心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